日本立山黑部雪之大谷，大自然与人工的超完美结合。立山黑部群峰连接着日本本州的富山县及长野县，在这被称为立山黑部阿尔卑斯山脉登山路线中，最有名的莫过于初春的雪之大谷，又称雪墙、雪壁。在标高997公尺的美女坪登上高原巴士后，雪墙便在两侧夹道。随着巴士开上海拔更高处，雪也跟着越积越厚。立山黑部在冬天经常下大雪，积雪覆盖在山顶，直到春天来临不再大量降雪。官方派出铲雪车，根据 GPR 定位搭配人工铲雪来回清理道路上的积雪，两旁的积雪越积越高，今年更是17年来最高的雪墙。铲雪堆出的雪墙在山中拉出长长的白色迷宫，官方还在其中开启500公尺的步行路线，让旅客体验漫步雪之大谷的感受，吸引世界各地的民众前来。巴士不断的载运旅客上山，都是为了这世界奇观。赏完雪之大谷，搭着被称为移动展望台的架空缆车，立山绵延群峰尽收眼底。下了缆车抵达黑部坪区域，就离山峰更近了。小朋友们开心玩着雪球，在这春天里抓住冬天的尾巴。动新闻日本报道。哇 ！Amazing！ 现在苹果更多元化了。苹果影创，苹果影创，苹果影创，金价好狂。